嗨，各位网友大家好，各位玩家欢迎来到现场的世界，我是老郭。那这一集呢，我们来看一下神职，哎，神职的设定哈，现在很流行这个下课上哈，我们来设定一下下课上好了哈。有时候就会拍这种所谓的设定的技能，有时候就会有点累哈，因为比较无趣一点，可是对于有一些在钻研这个技术技能术的角色的部分就蛮多人有兴趣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分身分小号，我们今天把这个小号拿来当作是一个实验的场所，因为这个小号目前 有一些角色。那我们来，因为现在这一层楼是哪第几层啊？看一下，第几层？梦幻民工，大声调节，哎，不到第几层哎，没有办法看第一层。好，没关系，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进来。哦，71层，好，71层。那我们来推这一只狗狗啊，哈。那推狗狗之前，我们来设定一下这次的主题啊，就是这个神职下课上哈。那先把可以打的阵型带出来哈。北条四康、金章一元、三好、道场美孩，然后当然今天的主角马场、信春、雅月，哎，有两个神职，没有这群攻啊，不管。那再来就是第六个了，第六个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斗师啊，单攻手是金川一元啊，北条四康砍三个，好，这边群攻手，所以攻击输出这几个。那我们带，其实如果我们带族中半兵卫的话，也可以测试那个孤身的，先试才唱好了，以免死翘翘哈。哎，好，先这样子哈。那个登录，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什么角色哈。哎呀，攻击手不是很多哈。哎呀。这个内藤昌丰最近在 TD 蛮流行的，因为他可以封住那个速攻啊，封住速攻，对，所以如果抽到，恭喜你抽到了哈。那单输出的话，就是可以用这个，如果没有上面没有墙的话，金川一元是不错了哈，那是算不错的。那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真田信银的哈，啊，真田信银或者是齐藤昭信哈，齐藤昭信，对，这就是单输出啊。那斗的话，初期用财藏或者是族中半兵卫哈，这两个，150楼以下，这71楼用财藏应该是可以啊，因为族中半兵卫他的那个奥义是很耗气的哈。哦，那8967耶，吓死人了。他只能打一发，除非你有特殊的对阵型，或者是地势，或者是这个用招符哈，古神用招符给他哈。一般来讲是用财藏的哈，我考虑优先用财藏哈，财藏要的气比较少，可是财藏只有15秒哈，财藏只有15秒。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主要的角色的技能设定哈。金川一元的话，哦，当然是以这个3人以上攻取哈，哦，3人以上，但你也可以不设3人以上啦，哦，不设3人以上，就是让他一直发就对了啦，也不一定要指示状态啊，也不一定要指示状态，哦，这前面这两个是主要是如果气不足的时候啊，因为低攻取气不足，它会啊，哦，这个穿插这个啊，哦，去弄啊，哦，哇，好，来，然后北条四康的话是砍三体啊，哈，必逃的一闪哈，当然这个哈，哦，可以往下移啊，这个，可以往下移，好，哦，让士气预先用哈，哦，必逃一闪。哦，当然你可以啊，2人以上有，他就不会跳到这边来了，他会往下跳只有一个可能，好，他会往下跳只有一个可能，
把这个两人以下往上拉哈，他就是单人的时候，他就会先用这一招哈，单人的时候就用月光。他往下跳这个可能啊，气不够，好气不够，因为我射两人以上嘛，那三人以上，哦，那其实不一定要射三人以上啊，这个火火激发，他如果到这边的话，气不够，往下跳，这个可以其实可以拿掉，好，这个可以拿掉，就是最后一个技能，好，两人以下，两人以下月崩，好，两人以上往这边跑，两人以上那气不够就跑这个，好 ，OK。然后再来就是三好了，三好的话连发了，基本上就是连发状态，那要不要先吟唱看这里节奏啊招呼啊都开起来，如果你发现他这个你看我天灭这边设无条件，这边设无条件就是说他如果会连发天灭，就是前面这四个都跳过去了，这我一直在告诉大家，就是说你的角色所站的定位是要在哪一个角色，你前面的过滤就是就是代表你要这个角色主要的功能了，那如果说你发现他不干正事，你就是有些你就可以把它关掉，比如说我不希望他打神器级，那就把它关掉，那当然你的卡控你就要去看了，那有些人是用秒数去控，那看个人，因为我这个是属于广泛性的设计设定了，广泛性的设定这样子，来看一下马场青春怎么设哈，这是今天的重点哈。马场青春基本上你现在要拉5500，给它奥义开起来哈，奥义开起来。那加州军旋风哈，那基本上这个奥义我会设定成用指示的哈，指示状态。因为这个不是攻击技，这个不是攻击技，它是强化属性、强化条件哈。那这个东西呢，如果它一直卡在这里，一直放，你就没完没了，就没完没了。那我来告诉大家哈，25个技能哈，从开始装，比如说命奥从武器开始装，然后再来从特化，不是从奥义哦，是从特化。那特化的话，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常驻的哈，有没有常驻的，你要先常驻，哎，这里一个，哎，这里一个，哦，不变，哦，常驻不变。其实推网给你放不变的时间也不多了啦，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就是挂不变的，让你有机会放是不多啦。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设一个条件哦，你要看一下这个不变的条件是什么哈，然后来看一下哈。不变之歌哈，麻痹睡眠魅惑，麻痹睡眠魅惑，那你的条件就是要设麻痹睡眠魅惑。这个应该是无法行动状态哈，好，无法行动状态耐心了哈，无法行动状态耐心。好，比如说。对象哦，无法行动状态的耐性啊，不是无法行动状态啊，是无法行动状态的耐性啊，为无的时候哈，啊，再发不变的哈，因为它不是属性，好，它不是抗属性，属性是另外属性的哈，来，啊，再来要放什么呢？等，不变。变有了五句下凡上神的，好，这里好神德之仪给它放上去哈，然后特化持续之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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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有了哈，没有了，都是要唱的哈，没关系，这不是重点哈。来，再上集，好，上集心得是每一个神子都会有的，所以你就大概知道哪几个要装了哈。
比如说神会祈愿，就是被打到伤气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发动的动作，补气的动作，那没关系，装起来。然后再来就是神恩之椅，要装，这是唱，不是唱气，气。哎呦，肚子饿了啦！肚子饿了，赶快装我的饭呢？饭盒，看一下哈，有没有饭？哎，为什么还没有饭呢？对，哦，有一个桃花甘露煮，拿过来，好，吃一下饭哈，吃一次吃三个，好，来继续哈。神恩之椅，然后上吉心得。如果你有很多个要装啊，我建议你把它抄一下，抄一下，这样比较快啊。银神要装抗诅咒，我是习惯都这样装啊，哎呀，习惯这样装。其实神子是最难装的，因为太多技能可以用。那你到底要不要用，就看你自己了。我刚刚是装三嘛，所以这是二，不用装。一也不用装。再来神佑要装。抑制目标，它就是让你比较不会被打，比较不会成为目标。因为它是护佑之椅结界，护佑之椅结界。小结界，装或不装在你自己啦。因为如果你也可以愿意浪费一回合来放一个结界，天理报应啊，或者是结界啊，起念，提升赌跟诅咒成功率，好，再来。晋升啊，晋升药。好，再来，我来看上级已经用完了吗？上级用完了。好，上级药用完了，用完了。特化啊，用完了。心得啊，心得看一下心得有没有要用的。哎，回复数应用啊，要装。对，因为有时候你没有就装，什么守护啊，什么应用啊，什么，OK， 好，就这样，基本的就到这边。好，再来呢，它的奥义是假装军学风，好，它假装，我们只是装在有，我们只是装在放在第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第二个技能要放什么呢？好，我们就是放。我们最需要他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以下犯上之歌，以下犯上神乐，我们就是以下犯上神乐先放，来，那对象呢，攻击力最高之地，好，然后再来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以下犯上神乐有两种设法，通常呢会希望设在伊达身上。伊达身上，也就是攻击力最高的角色的武艺，那如果万一你没有武艺怎么办呢？好，万一你没有武艺怎么办？按照我的习惯，我就会用比较宽广的条件去设定，就是不要去设谁啊，不要去设什么职业。那你会说给武艺。会比较好一点啊，当然你可以设武艺啊，职业是武艺，例如这样子的，职业对象是这个方式，那它当然就包括武艺啊、军学啊、武士道啊，但是呢，我不会用这个样子，因为我没有义打，所以我不会设这个东西。然后在以下犯上呢，它就是一个白灯。所以我们就是会让他
如果拜登还存在的时候，让他再去吓别人的动作，也就是说要没有拜登，要没有拜登才给，所以变成说对象，LV 以上，像他以下犯上啊，就是应该是伤害罪加吧，伤害罪类似伤害罪加，没有没关系啊，反正他是拜登嘛，拜登啊，我们就用无属性赋予为五啊。所以就变成说，他可能第一次放以下犯上神乐的时候，他是给这个武艺或者是攻击力最高的，然后他经过一轮的话，他又再给别人，他又再给别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那个，我的假爸，你这，哎呀，真的，这上还蹦，我假爸，我假咪假爸。哇，我讲、所以变成说你要这两个是目前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可是如果以下犯上的话，他放完了呢，放完了呢，那你当然就是希望他有做别的事情。那当然的话，神职你会希望他做什么？譬如说气，气不够的时候，譬如说气不够的时候，或者是他有一些节奏的动作，节奏的动作，那当然就在后面这边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万一角色已经变得很少的时候，那你就不需要一下犯上的动作了。那像拔刀舞的话，我们要让它转成攻击手，比如说攻击生命力由低至高，然后敌人三体一下，三体一下，三体以下，那我们让他去做攻击手的动作。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有药师补师在现场的话，那他要不要先去做一个吟唱的动作？那通常目前的真或者是神药师的话，他开场会有白灯，所以他应该不会开场去唱，他不会开场去唱，那我们就可以设一下由高至低，比如职业对象为药师或真女，然后再来要连通，就是他你的对象是妖术准备省略为无，也就是说在没有唱的状态下。那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以下犯上他发动的时机跟吟唱发动的时机，那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会一直以下犯上，一直以下犯上，一直以下犯上。那如果我们把它设定一个条件，敌人在，比如说四体以上的时候，懂我意思吗？譬如说这个敌人啊，在四体以上的时候再去做以下反伤，好，那如果是四体以下的话就不会做以下反伤，他就会做别的动作。好，那吟唱是不是必备？我会希望他必备。好，然后在神职还有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这个气啊，好气，哦，好，还有那个玉啊，大玉还没用，我们来看一下玉要用哪一个。神托，大玉小玉。延长赋予有效时间，大玉、小玉、大玉。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好，我们来一个解咒好了哈，来一个解咒。我们要解什么咒？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蓝灯了哈。队友，随性诅咒
两人以上跟其中一方队友无属性诅咒两人以上。好，这的话诅咒我会把它摆在前面，好，把它摆在前面。先唱过诅咒，这个 要有才会发动，要有才会发动。然后再来还有什么？还有气嘛，气要哪一个？好，还有哪个气哈？哪个气？气用哪一个呢？气用天授祈愿吗？还是要用？黄昏自神。天授祈愿，没有那个呢哈，我没有那个，荒魂二舍六个是可能，钢神合魂，风神空力神，好，我们就用天授祈愿好了，哦，用一个天授祈愿的哈，天授祈愿，那关键用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用在对象50%以下，50%以下发动哈，50%以下去发动，哦，50%以下也要发动，八王三大。好，50%以下发动一个。然后好，50%以下发动，那怪物要三体以上。不用，四体以下。好，试题一下。这个设这个关卡哈，到时候可以去调整哈。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它从头到尾只要遇到就打这个东西啊，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回圈哈。那试题一下的话，我们再让它去补气啊，因为会缺气，通常都是比较后段的时候啊，后段的时候。好，就这样子哈。那四体以上它是不会用，它会跳到这边了哈。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特化里面还有什么可以用哈？我刚刚看几个，一个叫做五句哈，五句神乐哈，咏武连歌哈，提升两名队友攻击力啊，这个是右手攻击力，右手武器攻击力哈。那这个很有趣哈。这个就是你可以怎样呢？可以就是，对象是攻击力有高之力，好，然后职业对象为4，然后双方条件也就是他应该是开红灯吧，我觉得，对象后裔为5哈，感觉是开红灯哈。这个可以试看看哈，感觉是开红灯哈。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哈，可是这个好像是红灯哎，这五句攻击力，好，没关系，我们把这个不要用属性，用成对象赋予为有。好，这个就是如果以下犯上有中，如果以下犯上
好，如果以下方上有中这个四的话，我们让他去放一个连五俱神的哈，就是特化，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赋予云队等级二，增加有效时间啊！连个大家，继续之连歌，睡梦之连歌，铁臂之连歌，勇武之连歌。那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就是死岛之歌啊，是不便用死岛之歌啦，为什么？因为死岛之歌哈。祝福之歌是不错哈，祝福之歌这个可以用哈。这也就是说，譬如说是敌人哈，譬如说敌人，甚至用敌人，好四者以上，然后双方条件，这个敌人啊，敌人队友，敌人祝福之歌，敌人。一以上封锁性主要是三人以下发动哈，祝福之歌啊。那这个东西你要挂在哪里？挂在这个上面吗？这个就有诀窍了哦，这个就有诀窍了，就是以下犯上神乐啊。如果你把这个摆在上面啊，他会先放这个，不会先放这个哦。他两者筛选的条件类似哈。都是四人以上，四人以上的。那既然如果他都放满了神乐，他才会来放祝福之连歌，他才会放之连歌。那其他这些都是满条件就放哈。那我们这个就摆在他后面哈，以免他一下半上放错了哈。那我们还有这个，比如说。铁臂之连歌啊，铁臂之连歌，好，勇武之连歌啊，好，我们看看它是不是放红色的哈，攻击力有高是低，好，敌人，好，生存敌人四人一下，好吧，四人一下。然后双方就是对象赋予五，好，那四人以上跟四人以下差在哪里？就是四人以下就放这个，那四人以下就把它往上拉一个，好，这样子，好，那如果四人以上，他就跳过这个，先放这个，四人以下就先放这个，好，四人以下，那就告诉你什么？如果你三人以下，就要摆在勇武的上面，好，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大概都有过滤到了，哈。那我们来试看打看看哈，来打看看，看一下它的形态哈。那我们现在这一团是没有能月哦，没有能月哦，没有能月，靠这个马场哈。来，先打看看哈，有没有开音乐嘞？好，没关系，这一场没有音乐，等一下之后再配哈。马场，好，给他一个暴击炮火打第一支哈，然后马场，哎，甲胄军衔封出去的哈，那刚刚放什么没看到？配到第一宫去，哎，不错，甲胄军衔封拉上来，道场女孩砍，打这只狗的话，基本上就是前两只是最危险的了，前两只就是最危险的，因为八到就死了。哦，对了，这个财障啊，财障来不及了，
柴杖其实刚刚我忘记设了，它可以放这个指挥啊，我们来看看它指挥有没有。哎，它再放连五句了，再放连五句了。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它连五句放给谁哈。连五句放给叮，哦，放给拿刀的啦。啊，又放了，卡住了。不停放，不停的放给有拿武器的。我们来看差多少，连五句，叮。哦，还好啊，因为这个没有地势，必逃的一闪。好好，打死狗了。哎，没狗。等一下开个音乐好了哈。帅啊，感觉还蛮稳的哈。用这个马场。来，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哈，打下一只。开个音乐好了。开个音乐，好，有点刺激。好，上。后半段有音乐。为什么他会放连五句啊？我们来看一下连五句的条件是什么。他刚有出现连五句哈。哦，他一直放啊，他一直放。安尼就卡住啊啦，那就要把这个拿掉。来，我会建议。如果万一你没有办法用条件设定卡掉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哈，时间哈，用时间卡就可以卡住它了哈。比如说它会放，好放条件一，条件为四，它可能放一次，然后其中一个条件呢就是用来卡它的哈。好，比如说自前回使用，那怎么卡呢？怎么卡呢？好，我们先用人数来卡好了啦，五体以上，五体以上用，好不好？可是再让五体以上用，也不对啊。下半上四人以上。下盘上要先啦，下盘上要先。试了一下，连五句要。不是这个。连五句，无人一下，敌人无人一下，无人一下，四人一下，四人以上。好，先这样子看看啊。来，有一种方法是用时间卡控啊，就让它固定时间放啊。好，那这样卡十页就不好卡哈，没关系，我们可以。试，先多试几次，看你要怎么用。来，马场。我先打出去，然后马场，然后台上。好，天燕，亚洲军旋风，台中命案。
走，来看一下他的指挥有没有放出来哈。好，指挥有出来哈。有没有经验？好，来看一下下课上有没有出来。好，下课上出来了。技能有没有出来很重要哦，要注意看。好，变身指挥给谁？应该给拿刀的吧。果然哦，应该都给这个北条士康了哈。然后长进。哎呦！哦，哎呦，连发要求，要求连发，撑住啊，血要撑住。还有两个，还有两发，算了。拿这个，哦好，你敲吧，你敲吧，你敲，来了，敲完上。好，北条将砍多少？两万一，两万三。好，祝福之歌出来了哈，祝福之歌出来了，才上米亚上好。其实有的技能到后面是比较没有差的，像五具就没有出来了哈，像五具就没有出来了，那直接跳到四人，四人以下。我们有绿灯了哈，没有一打，有北条士康蒙赢了。好，我们再打一局哈，就是那个土雷啊，其实土雷是最难的哈。看有没有办法过土雷哈。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新手来讲的话，你到了这个楼层也是已经有一个难度了哈，也是有一个难度了，剩有一个难度了。你要开始会面临那个 SQQ 啊。如果以等级来讲嘛，你梦那个。民工这边可以打七十几层的时候，你大概民工可以打七十几层，你大概另外那边梦幻城也要打到一百多层了吧？对呀、啊，就是大概一比二的方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梦幻这边他爬多少了哈？多紧啊！这边才爬到六十二。有没有看到他爬六十二、十四，就民工这边已经爬到，民工这边自己爬到七十几，可是共斗到一百八哈，哎，共斗一百八，哎，共斗一百八应该可以找人打一下。好，没关系，我先自己自爬哈，先自爬，七十三哈。其实三主要是这个土雷啊，土雷有难度。我们先试看看啊，试看马场有没有办法。如果再不行，能月就要进来了。那主要是因为我有金川议员在哈，单输出。好，来开始土雷。土雷不用讲哈，就是打第一只就对了哈。然后要强化这个马场。然后台杖，好、哦、指挥这样，这两个来，一定要先死、哦、
一的这个奥义太可怕了，可以把目标指定指在他身上。20000，道奇炮火，他阿泰是不砍一啊，然后昏倒。他如果不砍一，我就把他换掉，换成单弓手。未来有东海道第一弓取战应该才可以，因为目前。单输出金川算高哈，金川算非常高，前几的。来下翻上，哎呀，土雷要来了，就怕这一招啊！哎呀，幽冥冰爪没死啊！哦，幸好他打在那个其他的角色，如果打在我就死了哈。好，然后我们看那个没中，好，你的神子在啊，哦，好啊，好啊，扛住，扛住，扛住了，好，机会了哈，过了哈，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哈，这个马场的设定哈，马场神职长线村，技能实测。新春的实测哈，这个是没有带能月的哦，哦，这没有带能月的，71楼哈。好，先出去。好，来，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喜欢欢迎订阅、按赞、分享。那可以支持我们这个自媒体的，也可以欢迎分享你的赞助哈。然后这个神职的技能哦，怎么设置哈，百百种。那我只是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哈。那你要用抄的也可以的，其实这个没有所谓的抄不抄的问题哈。因为有些玩家现在在做一张所谓的技能表的分享哈。那我是个人习惯自己设啦，那你要看技能表的分享也是可以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你要懂得去做应变啦，有些网或条件下，你看在这个70几楼的时候就可以拿到字了，70几楼就可以拿到字了，所以我在说那个民工大概在150以内就够用了。那字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帮你 miss 强化到46，那这个甲如果你看到没有零满，没有零满，你就是要去推一下宝箱，推一下宝箱，像这个可以零满，就是说我那个梦幻那边楼层还不够高，好，梦幻那边楼层不够高，那这也是基本的任务之一啊。那前面没有声音哈，不好意思，没有音乐，没有，不好意思。那喜欢的话就欢迎新手回来现场。哦，这是个蛮有趣的游戏。谢谢大家啊。影片到这里，再见。